嘉义延平社区关怀古典每礼拜拢会安排丰富的课程，予长辈学习体验，并且结合专业老师带领阿公阿嬷进行春等运动。这届老师设计用游戏的方式，予长者伫活动的同时，也是团队合作，也伫活动中增加真济趣味，予长辈拢笑嗨嗨。一粒球伫布顶面滚来滚去，长辈随时待命，等待球来到面前，搁再想尽办法，放伫球滚出去。这是延平社区关怀古典从领长辈进行的活动，利用团队合作，让长辈哪游戏哪运动。人讲活动活动啦吼，要我爱动啦吼，啊，非常即个老师甲咱造福员做用心，哦，啊来带动咱即个长辈做活动，啊，阮也希望讲即个老大人会当安尼健健康康，我感觉足。很欢喜，很好，真正吼，伊课程笑开啦，啊，佮吼，伊个迄个教员吼，还顺啊教，即老人拢听有啊。延平社区平时拢会安排丰富个课程，予长辈参与，除了是希望阿公阿嬷会当走出家门，结交朋友，也是透过活动来研发实地。而即回老师设计运动游戏佮春灯操，目的也是要予长辈伫活动中快乐学习。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带长辈做一个气球伞的运动，还有就是那个下肢肌的练习。那主要就是除了训练长辈的上肢肌力、下肢肌力跟动作控制协调以外，我觉得很重要的是，因为我们在社区里面，那虽然大家都是邻居，那我们还是希望他们有一些互动的一些状况产生，所以在过程里面才会让他们互相就是想想看球要传给哪一个邻居长辈这样子。延平社区这关怀中心哦，阿的五照护员。在甲阮照顾，啊，甲老师在甲阮看，甲阮这长辈时代，啊，然后迄个手脚并用，啊，头壳较灵活，然后啊，就大家拢身体较健康，会当安尼迄个食较鼓鼓当当，啊，让大家身体健康。透过多元的课程，让阿公阿嬷伫活动中享受运动的乐趣，除了是增进长者的身心健康，也是让长辈的生活更加有活力。记者陈伟嘉义区采访报道。